了解，实际的了解说我们回收的那些东西在做些什么，那我们实际这些我们做的这些环保，我们这些基金让我们可以什么用，让他们有更正向的一种建设性的政策出来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在刚刚回馈的部分，我们这边的营收的回馈的部分，就是用在海外，比如说像海外的赈灾这一些东西，都是我们用到的地方。所以我再次看到，我也蛮感动的，就是说，愿意给我们的孩子做这样的一个再次的教育。